来，你们看看你们的右手边，刚刚哈利利人都不多，还好哈，因为那个都是观光客去逛的地方啊，以前是当地人逛的啊，作坊啊，卖骆驼的啊都有啊，现在都已经改成纪念品。好，待会啊。那我先跟各位说一下我们到机场一些注意流程啊，大概有五个部分要注意一下。